Hello，现在是大马时间凌晨，应该是12点了。我醒了之后，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饿，所以我要跟我朋友我俩出去吃点东西，看看这边有什么可吃的吧。Let's go，go，跟我一块出发吧。我们现在准备要出去吃东西去，然后这大哥呢吧，我真的没法回他了。刚才我醒了，第一次醒的时候啊，他说："你不要出去啊，外边有好兄弟。"然后我没搭理他，他一会儿说："要不你出去逛逛去吧。"后来我又没怎么说话。然后现在我们正式出来了，出来他刚才给我问了我个问题啊，他说："如果说你前面有两个狗，后边有两个好兄弟，你怎么办？"我也是，行，大晚上就给我整这个词儿，幸亏我胆大。胆小，幸亏我胆大，真的，咱什么不怕，就是胆大。想吃那个双倍辣，辣死你那个。整个大堂就我俩，看到这个电风扇自己在动，就有这个氛围了啊，有感觉了。刚才有朋友跟我说，他说："你有泳裤，你为什么不会游泳？"我说："我拿泳裤就是为了拍照。"因为大家知道，有的泳池里边，你没有泳裤啊，人家肯定是不让你下去。哎，我还戴泳帽呢，想不到吧？一个不会游泳的人，咱就是说这个酒店什么都好，能把灯光换一换吗？能不能？求求了！应该加个音乐。三更半夜，三更半夜，半夜三更出来找。啊，他唱起来了！哇，好热闹！我们出来吃东西。哥，好好打的。我现在找到这一家吃的了，问他还有没有。Excuse me? Where have double spicy? Where have double spicy? This? Okay. 他说："前边那儿有一个双倍辣的，找一下。没有啊，这个好像跟刚才的一样吧？是这个吗？"还是下边还有别的？哎，哪有这个？有一个双倍辣的这个？两三口吧。不不不，我说那个不是。他说这个牌子有个双倍辣。我不知道，领不了。我刚才问他了，他说在这儿，你能给我问他？他们有这个就是有吧，会的，还是小的。不是不是，因为个前面一样吧。因为有个粉丝，他给我介绍的，他说有双倍辣，应该是双倍辣吧？看看啊，这双倍辣哪写着呢？那是吧？那是哪去了？哎，我找图片，对，上次有人给我评论了，原来你们提供的这个双倍辣是这个，然后我在里边找到的。只有这个，那我再去别的地方找一找吧，看能不能找到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就在我们隔壁，挑战一下，两倍辣，我靠，真的有！它上面写的是双倍辣。这个。要么买两包给你吃。真丢人，看错了。我其实是想找这个牌子的双倍辣，想找这个牌子的。然后，刚才给你们拿到的是这个的。你们给我推荐那个面还不太好找。
没有是吧？可是我想挑战那个哎，他那个啤酒真的好便宜啊。对啊，啤酒就是那个一罐那个虎牌的啊，才3块多。对啊，因为啊这个是免税的嘛。嗯，这个这边啤酒特别便宜，兰卡威这边啤酒便宜，放杯了，对不起了啊，今天我不敢挑战你了，他没开门，不怨我，我对不起你。我们又来到了 KFC 吃东西。你要什么？我哎，你帮我挑个特色的吧，就是我没有吃过的。他们啊，你们 KFC 都是全世界公认的东西、啊。不，他们说马来西亚这有跟中国不一样的，之前有人给我推荐，我忘记了。辣的吧，辣死你吗？啊，就是辣死你吗？辣死你吗？是有饭的吗？我忘了上次他们给我推荐特色菜是什么了。忘记了，你们有一次给我推荐过。看他现在有 One Fox， 还有 Berry， 还有什么？本来想挑战一下 KFC 里边的拉斯尼玛这几个套餐的，它没了，我只能吃米饭套餐了，就是这种的。我看也不错，不是我们，这怎么减肥？有这么多提供这么多好吃的，这怎么减肥？哎，这样整的好像我跟 KFC 加广告似的，业配。他给了一个迷你小可乐，有辣椒粉吗？嗯，没有辣椒，没有辣椒，不是我们的，这是厂的。哦，我们还没有。我以为会有辣椒粉，没辣椒粉的。No。你们看到眼前真的不会饿吗？说实话，我听你们的。看到眼前这一幕真的不会饿吗？炸鸡腿、炸鸡排、炸鸡翅。我现在在出门再买一瓶水，因为我不知道他那个水龙头里边放了水会不会干净，因为一会儿回去还是泡面嘛，所以要买一个大桶的水。今天减肥消休息一天，明天就开始正式减肥。一会儿我要吃一个鸡肉饭、鸡腿，一个辣椒泡面啊！想想就舒服。看他这儿，有他这儿有水。OK， 这就行。买一个这个大桶，看还有别的。五，没有。OK，only this。好，对 ，OK。And OK，OK，Thank you。OK，Thank、okay, you。我想。五、哦、two。干完了，你有办法叫上杯了？没有，看了。看我朋友还时刻提醒我，让我再看有没有上杯了。他是真没有啊！我想吃，想给你们挑战。我尽力了。他有烤玉米哦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！他非得给我买个拉斯尼玛，我说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好、哦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噔噔噔噔，快乐回来了！一会儿吃这个，吃这个，都是我，都吃，怎么办？这么多好吃的，减肥！我靠！晚上看我们这泳池多浪漫，就这个颜色，谁敢游？大晚上这个时候，谁敢游？都拼胆量的时候。哒哒哒。
哎，绝对是这儿了，就这儿一个餐厅。外面也都让吃早餐的地方。3块钱的这个虎牌的啤酒，之前不是很多人女孩喜欢看韩国电视剧，喜欢就是就着啤酒吃炸鸡吗？嗯，再尝这个。啊，这个好吃啊，麻薯味的。再尝一下你们的国民泡面。哦，还是这么辣。哎，这个是米饭啊！我靠，我以为是汉堡，还叠的还挺好看，好精致。嗯，再贴个人吧，再尝一下我这个，哇，这个粘到一块了。我帮你拿，啊，不用不用，我觉得我想从我角度开始拍一下，这样比较真实。我朋友还想帮我录呢，我说不需要了。哎，他这个不是很辣，啊，大会辣不是辣，嗯。有人散了，他饭团好香啊！好像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就是，就这炸鸡块吃这个特别辣的一个泡面，我觉得好香，因为正好这个辣椒味道能满足我想吃的。超级美味。感谢你们陪伴我深夜。哦，这还怎么减肥？没有开那个直播。啊，直播不行，直播。这东西可以吗？可以。我朋友还说搜驴让我直播。哎，也可以。愿多人看吧。他给我留了一个超级大的一个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鸡排吗？好吧，咱也不能浪费啊，肯定能吃。OK， 今天测评结束。最终以一个你们的国民饮料结束吧。包治所有，上火、咳嗽，尤其是口腔溃疡。OK， 拜拜，我要早点休息了。明天我要拍日出呢，希望明天兰卡威是个大晴天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只要能拍上日出跟夕阳就行。OK， 拜拜，感谢你们关注我。再见喽。